我的护照找不到了。你什么时候丢的？刚才在银行换钱时还有呢。是不是忘在银行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再仔细找一找，要是找不到，只好去大使馆办手续了。我的护照找不到了。你什么时候丢的？刚才在银行换钱时还有呢。是不是忘在银行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再仔细找一找，要是找不到，只好去大使馆办手续了。我的护照找不到了。你什么时候丢的？刚才在银行换钱时还有呢。是不是忘在银行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这可怎么办啊？再仔细找一找，要是找不到，只好去大使馆办手续了。